日前，60岁的罗嘉良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分享了一段视频，并透露自己已经回港了。曝光的画面中，罗嘉良站在街边看着来来往往的车辆，打扮非常朴素，或许是他包裹得太严实了，以至于路人们没认出他来。从他身边匆匆走过，他倒是乐得自在，放慢脚步在街上闲逛，显得很是轻松。事实上，罗嘉良不是一个人回港的，他还带上二婚妻子以及女儿，这是一家人时隔三年再度返港过年。他与前妻的儿子几年来聚少离多，但感情仍维持得不错，他此行应该也会去探望儿子吧。